今天是盆景大典哈，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哈，客户量非常大。看下这个摊位哈，卖的是老庄的盆景。大哥，这个盆景是你的啊？嗯。侧板吗？侧板。全都是侧板。嗯。一共拉几颗？拉了五颗。拉了五颗。我看了又大又小嘛。哎，又大又小。大家看看这一颗啊。哇，看下这一颗啊，非常大气的一颗啊，这一颗高度有多少？高度得80吧。高度80，有一个标志。看一下装体啊，很老气啊。这个直径多少？有20吧？25。哎，这边全是舍利哈，这是水线和纹路啊。哎，这个侧板哈。是对灯把盆景的极致表达出来的，你看这一颗层次分明啊，层次感非常好。像这个侧板盆景多少年了？20多年。20多年的盆景啊，你看这一颗啊，这一颗造型啊非常漂亮啊，非常有神韵。刚才问一下大哥啊，大哥说前面这几颗是两只小鹿哈，像不像啊？两只小神鹿，这个短信放的时间长吧？20多年。短信啊，20来年了。我国家啥的，你是？国家是养出来了。都是被培养出来的。很有念过。这可是一个真科学树，是啊，都是没有结干的小树，一干到顶。这两个小的呢？我看后边有两个小的。这两个小的便宜吧？两小的。价格更便宜啊？这几颗大的呢？广万吧？广万。都是广万的，这三颗大的。这院子里啊，屋里放那么一颗。嗯，非常漂亮。这两颗是一对。这两颗。也漂亮。看这两颗是一对。还有这一颗，正好一个往左，一个往右。咱们上背面看一下哈，前后一致，都非常耐看。看一下，根盘特别好啊，盆龄都是20多年。要是买回去怎么管理啊？我怎么管理啊？就是旱了浇浇就行了。到时候这没长成了，一长新就好。平常是浇浇水，那叶子长了吧就修剪一下。长水好啊，有时候好一下也可以啊。比较好养啊，这个是好寒好冻的，好寒好冻，放在室外也行。有喜欢特别的朋友们啊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